郑州市新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生产建筑机械混凝土搅拌设备的专业公司。公司建立30年来，在董事长张德福先生的带领下，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思路。30年来，使公司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公司占地面积达9.6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14800万元，年销售额达5.1亿元，其中国外销售达800多万美元，员工达900余人，其中中高级机械工程师24名，电气工程师16名，技术员36名，专业技术人才276名，ISO 9001质量体系内审6名，质量首席官4名，各类资质内审自评师12名，是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安装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